原来是情房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生理障碍杀，全军出击。我刺儿刺儿刺儿，啊，刺儿刺儿刺儿，吃我一个不灭。我不住在床底下，要去野步伐螃蟹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起哟，他不动。看他的样子，好像阿木木快来了。我不刺儿你不行了是吗？非得刺儿你两下。要么你就打我，这个呗呀。起立。Q 空多少个？没事儿，我女神之泪 ，Q 空100个也没用。我们推进。二。沉默平 A 起立，二点炎上当了，还打了个闪，不错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等个5分钟，打个爆破。一个回家，这是干什么？回家了。
大螃蟹挺吓人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五分钟打爆破什么意思？五分钟防御塔的减伤就会消失。五分钟之前防御塔有减伤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我碰上的蓝枪没有一个能打得过龙呢？那把那个蓝枪也是打不过小龙，去完了吧，刺儿。起立，沉默，二。我决定吃点冰，去后边断兵线去。你跑过来恶心我，我肯定再得恶心你一下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Double kill。这能回家吗？这不能回家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。勾引一波。沫儿，刺儿。不敢跟我打呀？我就这点血，你再不跟我打，一会儿我回上来了，我跟你说。这点血都不敢跟我拉，二。哟，好悲，体力刺儿，沉默刺儿，瞅你。那条小龙谁的呀？得，那小龙还是对面的。那把那蓝枪也是，自从打完小龙以后啊，没打过以后就开始一直萎靡不振。我们去吃个峡谷先锋。吃一口，给你了，这么谦让呢？这
太千样了，不知道千样个什么玩意儿。啾啾，刺儿，刺儿，体力，刺儿，完了，给我锯了！啊！这里头怎么有阿木呢？不知道狂个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没狂啊！你不知道里边有人啊？这也叫狂？我们哥都没狂。哎呦我！下路塔了。大招用不用？先别用了吧，看看螃蟹能杀不？这人也不走位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走不走，奇了个怪。阿木木按道理来讲，没技能应该是打不够啊。但是这人有点多呀，这咋这么多人？没有大，你给我打他！平均三颗十一级。没打。体力，我操！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点一口你，直接口。不墨迹那一层了。先把那阿木木给我杀了，那一层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有。减速呢，体力，沉默，该我了吧，那也该我了吧，你几波了，就你有队友。可以打了，喜欢抓人，小光头，一口了，上高地了。来人了吧，撤，人有点多。
一个，扣三个了。我们现在能到达九层，把上路二塔拔了，我们回家。没人管，我可上高地了。下一件我们直接紫炎之力，你看看谁能打动，谁也打不动。给他们扛塔的起，他打我扛了很挺长时间。我抠你小光头，喜欢赶客，快跑快跑快跑，小驴人来了，快溜。我臭点盐平的刺儿，呦滋了我，呦给我杀起刺儿，还有黑切，算了打不过他，瞎眼吧！我其实是想养着他，完事把他口了。谢谢皮卡丘雷丘。烤一个回家了，变红了，把这玩意儿出来让你们看看我有多幼，再出个石像鬼，来个巨酒，这么多魔抗，他们家阿木木、小驴人、石头人轮着妈的话，给他血量就可以了。轮着妈跟这个螃蟹给他俩血量，剩下我们多出魔抗就完事了。刺儿疼啊！刺儿起立！刺儿，因为口你。没什么用啊，沉默二，我有紫炎之力。